咱们照旧，都是你山东老乡。老乡，多来了你就中了。哎，中了！你们看多容易中啊！啊，还有我。哎，这怎么这个铜板动都不动？看来不那么容易赢了。不是，很容易的。我再试一次给你看，你就明白了。嗯，把铜板给我。不行，我是给老乡看的。哦，原来是铜板加了东西了。死胖子，你什么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哦，好小子，你骗俺的钱！好巧，看那边。哎，大王。大成哥，我还以为曾老师变胖了呢。干啥去啊？我刚从村里回来，先找了啊。刘师傅，你能不能再快点啊？还这么快呀？我比你还急呢。要不你小子事儿多呀？咱们早到单位了。顺道啊，你这条道顺得好啊，你瞧刚才那边堵的。我也没办法，你老婆病了我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把孩子放幼儿园给老师吧？谁叫你结婚这么早的？你全人养天就没这么多麻烦事儿。哎，你俩说你们的，别把我扯进来啊。哎，刘柱啊，哎，你知道他跟他老婆怎么认识的吗？啊，怎么认识的？在马路上第一次见面上去跟人说话，嘿，没想到还真搭上了，后来背着我跟人家约会去。搞了半天是在马路上认识的，你小子也太不靠谱了。啊，行行行行，咱不提这事儿了啊，赶紧到了，停。说你个头啊你！少说两句啊，悠着点啊。爸，今天老师教的新舞蹈你还记得吗？一定要回去好好练，知道吗？看，刘叔叔好，穆叔叔好。哎呀，真聪明啊！什么玩意儿？那是，这不就你要的吗？我是问你有没有让员工开会时候说实话的解决办法？你给我整这个干嘛呀？这个就是那个办法。你不是说开会的时候员工都不跟你说实话吗？哦，对对呀，对呀、啊啊，所以我回去这一想啊，我就觉得这个最合适。以后开会呢，你就让他们抽扑克牌。啊，抽到墨镜的就要说对项目对立的话，抽到放大镜那就说一些鸡蛋挑骨头的话，抽到望远镜那就说一些很有远见的话。怎么样，我这个主意不错吧？这样开会的声音那不就全了吗？哎，这也挺好是吧？这好啊，这以后他就不用演了是不是？不仅不用演，而且呢，这样大家说出心里话吧，你自己听着也舒坦，对不对？毕竟嘛，大家都是按照你的吩咐办事儿，也不上和气。好，我这就让秘书马上给你打钱。不急，越慢越好啊。到了生活。这就是阿俊最喜欢做的事情。他说生活中到处都是影帝影后，他们的演技毫不亚于那些专业演员。如果不专心导自己的生活，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配角，就算你家财万贯。安良觉得这事儿很有趣，因为他提倡人们别再演戏玩虚地消耗这个都市的时间，而阿俊却教人入戏，
且他自己入戏也香。如果你是为了逗我开心才做这些事情的话，你还不如直接把目的告诉我。谁要逗你开心了？想多了吧你。师傅，你就打着表围着这儿转吧，我到时候会按表付钱的。姑娘，您这是？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我想看看这儿的变化。哦，行，我带你转转。师傅，谢谢，谢谢啊，领导，咱们到了。